也希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啊，经过我们详细的介绍之后呢，一定不要错过了3月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月5号高雄国际旅展。谢谢。好，今天接下来呢，给丢给丢 ticket 有 ticket， 当然呢。现场的朋友已经看到了我们美美的小猫公 model 要跟我们的民生用品卫生纸合体呢。我们知道呢，其实哦，在最近这几天，当然呢，我们还是强调哦，每一个家庭呢都是一定要节约，不是节约用水，是节约用纸。今天呢，我们的国际旅展配合我们的开幕活动的记者会，特别呢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单元，也就是呢，我们在今天，也就是早上的早鸟里面呢，有500位的幸运的朋友们，在拿到了福袋之后呢，我们从里面呢也找到了5位幸运的朋友来参与我们今天，也就是墙纸节约大作战的活动。那么这个墙纸节约大作战的活动呢，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等一下呢，我们有丢的过程里面，最多最多卫生纸投入这个篮子里面，我们算的第一名将要送给你日本来回免费的机票之一。所以呢，我们现场是不是请我们的修格尔为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模拟的示范呢？啊，我们请大家体谅一下，因为呢，我们的修格尔了啊。感谢您的观看，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掌握最新影片动态。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Thanks for watching.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